他姐走了之后，家里边就我跟他，就要穿他姐衣服。穿呀，丽娜，你倒是啊。你呀，可能无视自己了。这家刚才拉链拉半天也没拉上。研究半天怎么往上拉拉链呢？那你自己做吧。他说我自己，他不让我给他拉。好的，去吧。哎呀，这家多潮流，太潮了。咋了？自然起来了，自然起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你瞅瞅，小大人，你瞅瞅，学他姐的啊，往那个挎兜里边揣那个小娃娃呢。来呀、啊！戴上他姐的手套，一会儿得。你瞅瞅，把他姐的手套戴上了。这家一件羽绒服能穿，能玩一上午呢。你瞅瞅，给他姐的手套也真。